公司草坪里面，你暴露出海归行为，全都崩了。死渣男，你简直是声名狼藉，害群之马。什么什么狼什么马？报上说，老板您这几年塌房不断，粉丝气得连夜买站票都跑路了。什么？一场凶杀案里面有一个大美女，不是死者就是凶手。既然死者是我，那么凶手就是我自己。你胡小姐出来，我们走一趟。这巡捕房能不能整严肃点？呀，他这么难看啊！如果想在巡捕房之前把案子给破了，那样我就能成为上海滩第一明星美女大侦探。我读过大学，我留过洋。哦，对了，我会外语。你这种行为呢，就是作死。说你不像话，真是低级趣味。上一任雇主高先生写了很多推理小说，基本常识我总归是有的吧。青青，你一定有方法帮我，对不对？老板，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助理而已。你看我这一身像不像大侦探福尔摩斯？必须要穿成侦探的样子，才能有大侦探的感觉。就是要弄懂三件事：谁干的，为什么，怎么杀的。哎呀，你就直接告诉我不就行了？这是成为见习侦探的必修课。遵命，华老师。我劝你还是多留个心。华小新是五年前周世豪千金绑架案的重要嫌疑人之一。你三番两次的背着我出去，又都是在案发的时间，到底还有多少事情